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六月十五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呢，恭喜天秤座的朋友们，我们可能下午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总小小的度假都能够让自己恢复活力。射手座的朋友们呢，在工作上面虽然有点繁重，但是自己能够有机会好好的安排各个顺序，让自己顺利的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。巨蟹座的朋友们，我们跟朋友之间的相聚相谈甚欢，也让我们的友谊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，可能自己这种无心的直言直语伤了朋友的心，我们自己却不晓得。以及牡羊座的朋友们，在购物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冲动，免得事后会后悔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水蓝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灰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红色。